我出布。你出布，行，来。来。那么多布料吗？你的布，布，真厉害。好，柱柱，你说他们先来还是你们先来？他们先来。他们先来。他们先来，对不对？听你哥的。先看一下他们的情况。对。那这边是从老秦开始还是从工具开始？老秦嘛，有经验是吧？行，老秦开始，请听题，请每个人说一个带红色的红字的影视作品名。来，《红楼梦》，狐妖小红娘，红，小红帽，小红帽，小红帽。啊，狐妖小红娘月红篇。那还得是你。月红篇和狐妖小红娘这个是不行。为什么、啊、因为它就算狐妖小红娘。那怎么能呢？那么多篇。好，来交换答题权。红高粱。红楼梦。红蜘蛛。红蜘蛛是什么？我那个年代看的。你声音咋？我哑。好，住住。红色高跟鞋。那是歌吧？红色高跟鞋那是歌。你为什么不狐妖小红娘？对啊。你为什么？不是说完了？咱们再来。可以重复。可以重复。来，给我们了，《红楼梦》。红高粱。小红帽。小红帽。狐妖小红娘月红篇。我赢了。回答正确，我们居然输了，我们捡漏去。谢谢朱哥。红色高跟鞋是音乐作品名吧？对吧？有这剧吗？是不是拍剧了？快拍了。啊，你快拍了？不是，这个可能以后就会拍，也算吧，代拍。哦，行。来，那龚俊呢？你选一道菜吧。吃什么？兄弟们，不饿。不饿。不饿。找那个小龙虾不被选。随便拿一兜吧，都行。就是拿拿哪个？就随便好拎的。就是这个吧。这好，这好，好。麻薯，这个挺好吃的。哎呀，你就想吃那个哈？麻薯。你想吃是吗？能给我一个吗？他们能吃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啊，就这么随意是吧？是端过来，但是就是你想给他们吃也是可以吃的。还吃吗？我不吃，我给他要的。求你们，哦，早点说呀！你扁桃体都那样了，还吃呢？怪不得一直没好哈。小婷要一个吗？不要。我们要不开始第二道题吧？我们边吃边玩，可以吧？来吧。那现在你们队来决定，你们先还是他们先？嗯？为什么又是他们决定啊？我们刚输了嘛。哦，行行行，我们挑战一把哈，要不先答？嗯。那我们就可以记住他的答案。没事，咱们能赢，因为他们有柱柱呢，没事。来，请听题，请说出除现场以外演过狐狸的演员。什么意思？等一下。除现场以外演过狐狸的演员。啊，我只能想到两个。封神里面那个是那。杨。开始，杨幂，杨幂，那人，谁？那他说那人，那人，丁晨鑫，丁晨鑫，那个，哎，我刚脑子里，迪丽热巴，迪丽热巴，好，回答正确，现在可以选一道美食，哦，没机会，想要啥？咱们好硬啊，这一道，这个是不是？这个是。这全是我们的吗？对，它整盘点品。这么重。哎呦，全拿走吧。这是两个菜吧。这是两个菜吧。好，那现在到你们队了，你们决定，你们先打还是他们先打？他们先打。等，谁打？咱们打吧，咱们试试吧，万一呢？行，咱们打。咱们打。好 ，OK， 请说出演过皇帝的男明星。秦霄贤。秦霄贤。陈建斌，韩凯，陈道明，赢了，啊？开门！汤姆，
哦，不能停是吧 ？OK OK， 因为我俩想到一块儿去了，然后突然，那就拿一道大家分着吃呗。吃什么？都行都行，哪个大餐啥都行。这老硬了，这他可以吃点菜嘛，是吧？哦，这卤煮，对，给他们来两份吧。哦，谢谢，太好了。你俩都不吃呀？我俩吃不了辣椒啊！感觉这不是辣。好，来吧。这次有点难了，让他们先。啊，好，那就捡个漏。对，你怎么知道有点难了？你有题啊？不是，我感觉到难的时候，而且还有3-2-1、3-2-1时间限制，中间绝对卡。好，那这边是龚俊先开始还是老秦先开始？那我吧。好，龚俊先开始，来，请听题。请说出带有叠字的角色名。三，叠不休。回答错误。谁啊？冯程程。冯程程。叠字。叠字，嗨。来到这边。三，二。涂山红红。一。涂山雅雅。来，三。涂山雅雅。二。涂山蓉蓉。涂山蓉蓉。涂山红红。涂山雅雅。涂山蓉蓉。有，来三，二。一，小甜甜，小甜甜是，小甜甜不来你是吗？你这么想唱歌吗？我想问一下，小甜甜那个牛夫人啊，牛夫人喜欢人家的时候叫人家小甜甜，不喜欢人家的时候叫人家牛夫人，对吧？对，那是绰号，不是角色名。好，来到这边，三，二，哎，涂山红红，三，海绵宝宝，哎，海绵宝宝不错哎，涂山雅雅，三。二，方程程，哦，对，我没有赢了。涂山雅雅，小头爸爸，围裙妈妈，大耳朵图图，对。其实要说喜羊羊的话，可以一直说。哦，沸羊羊，懒羊羊，对，懒羊羊啊，对，喜羊羊，懒绵绵，啊，可以说好多，全部出来了，还出啥？来，你们选一道菜吧，我们真吃饱了。我感觉很抱歉，因为我你们没有吃饱。没事没事，吃了饭来的。钵钵鸡吧，钵钵鸡，我们这一锅就行。那锅给他们留一锅。这锅是肉哎。这个女生吃素。哎，对，女生吃素会好一些。来吧，把素的给你们。哦，谢谢。好，来，和刚才的这个规则一样，你们来选，是他们先打还是你们先打？我们还敢打吗？